OK， 这一家我是用这个 Decoder TV 来做一个测试，就是 Transmitter 的机就放在这个你的 TV box 的那一端，然后我们看看。OK， 我的 TV box 它是有那个 RCA out， 所以 RCA out 我就 out 去这个 modulator， 然后它原本的 HDMI out 就 out 回它的 TV 哦，所以原本的 TV 就有画面了。然后你看啊，然后这个 RF modulator 它的 RF out 啊，它的 out 我就拉一条线，这条线天线来了。去到第二架 TV， 去到第二架 TV， 第二架 TV 那边的这个 modulator， 然后这一架是 receiver， 刚才第一架是 transmitter， 所以 receiver 就是那个你从第一架来的，就是接起这个 input。OK， 它有分一个 in 跟一个 out。然后 in 就接去这里哦，所以 out 就接去 TV 的 RF， 然后两年的 TV 就要重新再 tuning 过了，它就找到这个波道了，所以这是第二架 TV， 只有接这个 RF 的头，还有一个电线，然后。第二架的画面，第一架的画面。